小芳，每当我们过完一招之后，请你把另外一个纸圈放下来。这一来，西门兄每发一招，就不会看到我了。我知道。西门兄，请发招吧。叶孤城，你为什么要选中我？你为什么要选中我？并不是我要选中，只不过你跟我都是那么不幸。谁叫你名盖江湖？谁叫你身怀绝技？好像你跟我这种人，一生下来就注定给人利用。他说的对。再说有时候，你杀人也不一定是残忍，对一个想死的人来说，反而是一种恩惠。还是让我先发招。别人，西门兄，你不忍出手。对于剑，你能骗到天下所有的人，但你骗不了我。西门兄，难道我这最后的一个愿望也不配你为我成全？那好吧，白云城，今天这一战我会永远记在心上。叶兄，得罪了。很好，陆兄，请你把全部的纸圈放下来吧。好吧，全放下来。西门兄，我们现在可以一直打下去，不用打打停停。霜寒，天下有谁怜傲骨？剑台冷寂，江湖高处不胜寒。